得自己的本分是要任劳任怨，这就是我们的守志弘道，那也都是为天下众生。我相信我自己也是守在这里，我都很期待啊，这一群大医王啊，每一年每一次我来都会说医书记为基础啦，大家人发心立观，守护在医疗 的这一道门，把关啊，就如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发愿守在地狱门，不要让人间的人啊犯错堕落地狱，那也是我们全民都要自己守护好自己呢，照顾得好呢，就可以保护别人的平安。所以人人还是要提高警觉，还是要谨慎于未来。我也感恩啊，我们的慈济人龙董们，大家呢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所以一直跟您说感恩哦。啊，我们大家呢一同要感恩，就是医护现在已经看到了，证明到了，医生无畏惧，那就是勇敢。这也当头讲，修这个志愿，那行这条的路，无后悔，勇猛直往，这个在修志弘道，同款的道理呀、啊。修行有修行的志愿。医生，医生，护士，护士，各有他们的志愿，所以他们的勇猛实在是我们真爱给他们敬佩，敬爱他们，佩服他们。多一份善念，多一份平安，一人一善，远离灾难。